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姐姐，我的天呀，停，哎呀，塞的满嘴都是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呦你干啥呢你在这，哎呦你看姐姐吃饭，你这是狼吞虎咽在这，你看妈妈今天刚买的那个卤蛋，来吃一个尝一个好不好吃，你看一箱子里边有好几个呢，打开一个尝尝好不好吃呀，早晨起来的时候可以喝一吃一个这个当早餐也特别好，知道吗？都是这种流心的蛋，而且晚上的时候也可以一边就着咸菜一边也可以吃，吃一个到时候出去玩也可以吃，因为它是一个个都是独立包装的，而且都是这出去带着也特别方便，你看每一个鸡蛋都个儿特别大，知道吗？咬开我看一下，你看特别好吃是不是，好吃吧，再咬一口，中间你看、你看中间都有，你看看到没有啊，这个卤蛋和别的卤蛋不一样，你看平常我们吃的那个都是那种干巴巴的，你看这种的都流流油是不是啊，因为人家做的特别好吃，都流油了，这种吃吧，你也想吃咸食啊，吃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，吃个东西都能掉，你姐姐可笨死了。